私の胸の片隅で私を焦がす恋明かり紫の雨雨に濡れて泣いてる愛した女の心でしょうか。两首好听的歌经哈，编号46号，要这个54号的哈，这两位大姐林大姐要曾大姐宣布的歌经，希望你拢收到啊哈。这叫做穆拉萨基，喏，五角，五角，嗯，哦，这火情叫五角啦哈。我刚刚无讲过哈，火，是字火，咱读诗。诶，你顶家敢跟我讲？噶唔是，嘿，好，我打仔叫阿妹啊，哦哦，叫阿妹，阿妹，阿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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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阿当读乌乌，就是自己乌乌叫，哦哦乌，阿个当读沙妹，沙妹，考沙妹小号，沙沙妹，考沙妹，考沙妹，哦，小号考沙妹，哦，当读沙妹，是阿妹，阿妹，阿妈，阿妈，阿妈也多哩，阿妈也多哩，撇号，撇号，哦，好。一日好当读诗。哎呦，安尼哦，吼！啊，这紫色的火情，这是咱林大姐点的歌吼。是，啊，还有一条河叫做乌拉萨基，乌拉萨基就是紫色。那个乌拉。哦，乌拉萨基。啊，乌拉萨基。乌拉萨基。哎，紫色哦，伊写书的人意思是讲，你代表讲是笑露吼，这个真情的流露啦。哦。目屎，真情的目屎就对了。啊，靠，一条乌拉萨基就是紫色的迄个。哎，这是种比喻啦，比喻啊，比喻知识哈，哦，目屎落雨，就是描写讲意思是笑露纯情的，诶，无啥物意思就对啦，哇，这样呢，是笑露纯情的这个眼泪就对啦，哦，啊，就紫色的目屎就对啦，哦，唔是讲啦，化妆，啊，应该是咧，知识的目睭歪毛，唔系目睭歪毛，有吧？你家己讲假毛，我就跟你讲，我就假字都。哎，假大大假了，你。唔是，迄个人，迄目睭歪毛吼，啊，有插起咧。这歪啊毛啦。吼，啊，你迄个愈歪听。歪啊啦，歪啊会较细嘛。啊，就目睭歪啊。啊歪，就是较大歪。歪啊。歪啊毛。你敢那拢解听起呢？歪。唔是，侬讲唔对，奇怪咧。字歪毛。买啊么？好啦，啊你就画迄个，啊画的知识个，啊你就未晓讲就讲国语眼睫毛。哦，眼睫毛。系啦，你就讲眼睫毛。哎，啊你家己讲个，我无讲。哎，眼睫毛可能擦你着知识个啦。好啦，啊吼落雨落来，啊佫流目屎吼。落雨落来去滴着这个目，哎这，你讲做啥物？目睫毛么？眼睫毛。眼�睫毛。去压住遐当啊。当我变知识啊，对。哦，当我从迄人迄化妆过去，啊，当我变知识啊。哎呀，啊，就可比是笑露的纯情的目屎啊，那啦。哎呀，吼，啊，就不带不济啊，你就嘛正路啊，你。句话好好啊，你笑，不要讲啊，你吼，啊，你以前。